三盘是我一口吧，我猜。英语大家好，这里是乌拉拉，这里是朝阳大悦城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朝阳大悦城附近找了一家自助餐，好像是才300多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Let's go。是不是挺帅的？拉拉。谢谢谢谢。特别喜欢吃这个，我的工作需要。哎，这只，哎，你跑，这只好活泼，夹到它头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你看，我刚刚发现了一个什么？紫皮的。一般我吃自助餐就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高碳日，第二个就是出差或者什么的饮食不规律，蛋白质摄取特别低的时候。吃过这个吗？看着特别像大蟑螂。我把这些工作需要尝。他摆了一排蒜，就是这样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他那边摆了一排蒜，我不知道这能不能拿。是装饰用的。对，我猜也没忍住，就而且这紫皮的，嗯。特别好，这蒜真的。哎，这螃蟹我刚拿的时候觉得挺大个儿，障眼法。拿过来之后就觉得它特别小，就我就不指望它有满高啊，它不像这个季节的螃蟹。还有哪个吃不了的？别动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也怕浪费。没事没事，旁边大哥东西拿多了，吃不了。我来啊，助人为乐，杜绝浪费。哎，我刚才过去看人家蒜，确实是摆件，隔老远一头，就差我这一头。一会儿加点面条的。大蟑螂呢，太腥了，空有七点。服务员特别帮忙，给找了两份，然后他问我够吗？我说可能不是特别够，然后如果要是方便的话，就帮我再找10盘左右。盘有大概3盘是我一口吧，我猜。这个没有关系，吃不饱呢，待会儿楼下马华见。机票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哎，谢谢，终于凑齐了一口。翻了，不好办的。减脂青年这个体脂率还是可以的，几乎没有太大变化。做吃播3个月，300多块钱，环境服务还可以。好，我们今日消费636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